我妈煮了参汤，起来喝吧。怎么又喝汤啊？我都快喝吐了。我妈说你元气大伤，需要大补，赶紧喝吧。啊。 你慢点，都洒了。看什么？嗯。干嘛？这里又疼。好了你。哎，我可是病人。没看出来，生龙活虎的，比我强多了。怎么了？伤口又疼了？ 没有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不用看。哎，拿开，一会儿我妈看见了。看见就看见啊。偷偷告诉你，你妈老喜欢我了。切，看我那眼神，就像在看未来女婿一样。不要脸。真的。喂，最近真是多灾多难。 你要不找个庙拜一下好了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你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知道你得罪谁了吗？我听绑匪说，好像是日本人。是不是？你说会不会是我去医院救人，被对方知道了？如果真的是他们，直接杀了你就好，还抓你干嘛？也许是那个小孩。嗯？ 有个小男孩跟我们一起逃出来的，我总觉得他有什么秘密，他还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说是让我好了之后去找他。既然对方已经知道你家在哪儿了，那这个地方也就不安全了。你家有没有什么外地的亲戚或者朋友，让你爸妈出去避一避，或者我来安排？我奶奶家在杭州，我待会儿和我爸妈商量一下吧。 这件事要弄清楚，先把得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谁，惹了什么麻烦，你还是跟我回顺远吧。现在这种情势，在学校反而更安全。嗯，别害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再遇到什么事了。